跟一百一综合了，变成八十多，然后可以暴击，但是取消斩杀，就鼓励小厨暴击，就综合一下，懂我意思不？就是伤害综合一下，但是不能斩杀了，要不是只能出暴击，谁还真不想出暴击呢？但是没办法，你只能出暴击，这个地方有眼的，下路这个暴击反应也有点跳。小丑的问题是他跟暴击的互动太少了，就我暴击的互动纯靠背刺，我的 QWER 全部不吃暴击来了，叫闪现走不掉了呀，这个而且这个兵线还不好，这个兵线还不好推，那对我 TP 去吧，我们舒适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狼人在我这？不在，我们先刷野。这把下路也是被小牙，很正常。好，那这，我在后面，他这波应该可以跑，不过他没有能量去交这个技能。哦，船长死了。回家一丢，有嘲讽不？这哥们能量这么缺吗？哎，完了，太死！嘲讽，哎，你才没有能量交一交啊！再靠近一点！你留意的能量啊！就减速他狼 E， 但是你没有蓝 E 啊，你他喵是 E 丢不出来，老子被追死了 E 都没好。狼哥是不刷野的，狼哥细节一点嘛，兄弟们不细节我玩得很憋屈的。这不下楼去反蹲一下，感觉可能会在下楼。哎呦，这个 Q 完了，技能，杀一个，背刺，飞镖丢不出来，哎呦，我不该丢 Q 的，丢 Q 就被拉扯。我不该丢 Q， 应该等一等，升个六，我现在等级太低了，升个六再喊队友打先锋打小龙，这把慢慢来吧。你亮什么图标啊，走都走不掉。哎我的。哎，我以为他有没有 TP， 想把你推线推了。别没事，我的。就是我的问题。老子这么傻逼的，给把线吃。我们走。傻逼的走。哎，这么没打过吗？好吧。我们先攻先锋啊，这把小龙不好打，没打着了，干就完了。这波我能靠，哎，没打掉。六级半血的狼人是可以秒的。点直接给，必须把他吓走，飞镖丢出去了，再一下。哎呀，这辣妹 Q 的好，也不是 Q 的好吧，是被包夹了，对面两只人。哎，我能靠。但是我没惩戒。A 下 ,Nice。往后拉，别着急。他打 AD 了，我们立马靠过去。
给你，给不了了，给不了了，要死了。给不了，真给不了了。哎，得毙得毙，这个狼人百分之百会过来，我直接毙，千万别弹。这狼人我他妈遇到很多次了。给哥们吃个先锋吧。狼人会过来的，但我其实管不了的。我其实管不了这狼人。哎，这真有点不好吃了。我不敢哎。这狼人百分之百不会怕的。老子巨懂这狼人。老子巨懂这个狼人真的。我把惩戒用了而且。这个地方好像有个眼。走啊兄弟，你这太危险了。丫头不会怂的呀。他主要是残血能看到他。红两刀。你试就试呗 ,886。稳健沉稳。努力专注，别被抓死。这哥们是狼人的提款机呀、啊！狼人他妈一没人头就往他这里跑，位置好大，但是秒杀狼人有点难吧？位置不好，这个位置太差了。虽然给我大招，但是位置太差了。这不直接 Q 出去，按爪收到这个人头。狼人来喽！狼人来喽！兄弟，这逼狼人他妈包杀我！不讲武德了。完了，大歪了！这一剑，我想想这波怎么打，先去拼个城。哎，我是按错了。狼人也不是终结啊，按爪过去。哎，怎么在这个位置啊，这哥们？真的是富贵显动球吗？掉线了吗？这是？怎么一直在这蹲呢？龙好了呀，兄弟，你他妈蹲上瘾了你！你妹的，这个火龙必须得拿。别飞镖！哎呦，沙王真的是稳定的提款机，直接反向 Q。我没有惩戒，这不看人啊，优先看人。走，船长被杀真的很伤，哦 ，AD 被杀真的很伤，船长要起来了。你们要知道船长这英雄有多变态。可以说是在伤害数值上英雄联盟里面最高的英雄。点他给上，他死了，别着急。没有一闪，没有一闪的话，那这不就慢慢来，不着急追，不着急追。大龙能打不 ？AD 怎么没了？哦 ，AD 还在，辅助没了，可以打。可以打的。拼什么？主播人送还好拼。
人送外号拼成小子，来给他一个背刺，推掉。对面这个人没蓝了，躲避了，回来直接大穿甲。狼人打我想赢，非常的难。暗爪被打断了，没过去，可惜。我们刷野，补波经济，去对面也去刷。看着队友，不要让队友被开了。这个沙皇感觉又要死了，兄弟。什么意思？大招开！大招开出来了，你怎么说？你这嘲讽的是啥东西、啊？来了来了，准备小龙。不嘟嘟装个不嘟，起来了我已经。再来个幽梦无敌，哎，被一滴秒，被毒大秒了，太不小心了呀！这么一失血能行不？直接 A 死了 W， 妈没有。重来一下，狼人没大的。这波队友有点给机会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配合寒冰拉死他。这边是有眼的，注意。我操作一下挺简单的，其实他是有眼。能过来，狼没大招的，这不还不必开个 W 照下我的位置，哈哈，浪费技能呀，兄弟，减速不就完事了？你没大招呀，装，哎，我分身 A 不到他，哎，不是，我刚分身 A 他两下，他为什么还能加速啊？回来就行了。不过我的终结总是给他们狼人吃的，所以他们狼人没什么用。他狼人虽然说吃了我那么多终结，但他没什么用。英雄不行，如果是塞拉斯的话，兴许能塞一下。不要嚣张，再靠近一点儿。W 给到我，狼在这，我刚说。哎呦，好多把恶心啊！他 W 能看到我的位置，你知道吧？不过传统有个不雅鞋，他 AQ 我会死的。两刀，射我，我没按爪子这个。狼人一失血，不如大刀。被刺一下，没被刺出来，没关系。稳一点可以等个重任的，我来追他。不好追。哦，现在好追了。哎，我去，二连跳，能一波不？来了，兄弟，一波了，兄弟，18秒，一波了，拿下，三连跪的终结，兄弟们，属实有点不容易啊，是吧？哎，想赢游戏真难呐、啊，以后得早点起来了，我每天开播都三连跪。然后三连跪之后跪完就开始赢，哎呦，以后不三连跪就好了。